衡山玩，感觉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愉悦。这里很大的雪，就像进入了冰雪世界。啊，今天这个天门山雪的比较厚，大概有30多公分厚。我们增加了这个医务工作人员这个巡检力度，啊，防止特殊事件，然后能快速的到达现场进行及时处理，确保游客人身安全。吃都你们